当四月的春风吹过英伦大地，今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对英国皇室而言，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天，那位活泼可爱、备受宠爱的路易小王子欢度了他的六岁生日。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曾经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婴儿已悄然长成一个俏皮灵动的小男孩。按照过去的惯例，每逢此时， 英国威尔士亲王威廉与王妃凯特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会在二十三日零点之前，以一张全新的照片来纪念，并同全世界分享这一喜悦时刻。但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威尔士亲王府并未如约发布新照片，此举让众多王室拥趸不禁心头一紧，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揣测与热议。以往每年。 威廉王子夫妇总是准时准点地向大众展示路易小王子的成长历程。那些记录他从稚嫩的婴儿阶段逐步迈向活力十足的小男孩的照片，犹如一道温馨的光束，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田。然而，在这个风云变幻,幻的二零二四年，这一温情的传统似乎在瞬间被打破，留下了一片疑惑与期待。根据英国各大报章的报道，过去威廉和凯特通常会在生日前夕。 即二十二日向媒体提供最新的照片，这些照片不仅会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分享，更是会占据英国各大主流报纸的头版位置，成为举国瞩目的焦点。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另外两位子女乔治王子和夏洛特公主，因为他们三人无疑是整个英国最受民众喜爱的小明星。然而，今年的情形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威廉和凯特的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在本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更新，贴出了威廉王子探访西伦敦食品银行的照片。此后，则是转发了关于“为地球奋斗奖”活动的内容，警醒世人关注塑料污染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的危害。至于路易小王子的最新身影，则停留在一张颇具争议的母子合影之中。这张照片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 是因为照片中的图像遭到了篡改，最终迫使多家图片社决定将其撤下，进而催生了一系列的阴谋论。对此，凯特王妃迅速发表了一份诚挚的道歉声明，表示对引起的混乱深感歉意，并解释说，如同许多热爱摄影的普通人一样，我也偶尔会对照片进行后期处理。尽管有内部消息透露，凯特并不会因此停止发布家庭成员的照片，但目前看来。 至少在这次生日之际，他并未遵循预定的时间节点。早在上个月，威廉和凯特的助手就曾对外界传达，他们深深感激民众对孩子们的喜爱与关心，并理解大家在他们生日时渴望看到新照片的心情。但同时，亦坦言关于是否发布生日照片尚无定论。从部分英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路易生日照片。 未能如期发布，表示理解和接纳，认为在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这个家庭需要更多的私密空间去享受属于他们的亲子时光。有人推测，威廉和凯特此次选择暂不发布孩子的照片，也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考虑。毕竟，每一张公开的照片都可能被一些心怀叵测之人过度解读，尽管大部分揣测并无实质依据。 尤其是上一次的家庭照片风波，令凯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他更愿意暂时保持低调，避免自己再度陷入无谓的舆论漩涡。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会看到路易小王子的新照片出现在网络上。那时，我们依然希望这个天真烂漫的小王子能快乐无忧的成长，即使他的生活中注定会有来自外界的各种关注与评价。 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与挑战的时代，给予这个家庭一定的私人空间，或许正是我们所能给予的最理智的支持与关爱。此外，在即将于四月二十九日迎来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十三周年婚礼纪念日之际，威廉王子对凯特王妃隐瞒的重要秘密的坦白，为他们的童话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著名王室专家罗伯特。 哈德曼恰如其分地将王室订婚的公告描述为开枪的开始，为数月的期待和兴奋拉开了序幕。当一对王室夫妇告诉我们他们要订婚时，我们对一切都很着迷，包括从礼服设计到伴娘和伴郎是谁，以及我们将在哪里观看。他解释道：“人们喜欢通过街头派对之类的活动来度过一天，所以人们对 ‘go’ 这个词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的订婚点燃了一片猜测和庆祝的热潮，标志着一个现代皇室爱情故事的开端。在接受 ITV 的汤姆·布拉德比的坦率采访中，这对夫妇回忆起威廉王子在浪漫的肯尼亚假期上向凯特求婚的场景。他使用了戴安娜王妃标志性的蓝宝石和钻石订婚戒指。这个地点的感情意义让人感动，正是在那里。 威廉的父亲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带他和哈里王子去度假。当我决定在哪里向凯瑟琳求婚时，我想不出比肯尼亚更适合单膝跪地的地方了。威廉王子说。威廉王子透露，他在提出求婚前将这枚珍贵的戒指放在背包里三个星期，为他们的订婚故事增添了一个迷人的细节。这对夫妇在圣詹姆斯宫由著名的摄影师马里奥。 特斯蒂诺拍摄的官方订婚照片，永远地定格了这个重要时刻，并展示了那枚令世界想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戒指。七年后，轮到哈利王子以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为世人所瞩目。他们在2017年11月，在肯辛顿宫的阳光明媚的花园里，宣布了他们的喜讯，预示着皇室历史的新篇章的开启。作家罗伯特·哈德曼。 回顾了哈里和梅根的订婚所带来的明显兴奋感，将其描述为皇室的一个全新时代的黎明。梅根的订婚戒指由一颗迷人的博茨瓦纳钻石和两颗来自戴安娜王妃珍藏的较小的钻石组成，象征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二零一九年，梅根为自己的戒指增添了个人化的风格，将原来的金带换成了镶嵌着精致宝石的铺路，展示了她独特的风格。 同时也尊重了戴安娜王妃的遗产，从浪漫的举动到精美的珠宝，皇室订婚故事继续吸引着公众的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一批传统、魅力和永恒爱情的世界。当我们庆祝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持久的婚姻，回顾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风风雨雨的爱情故事时，我们被提醒了王室爱情故事的迷人魅力。这些故事在全球范围内打动了人们的心。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自从哈里王子与梅根携子女阿奇和莉莉移居加州以来，两位小王子公主的特殊身份——拥有皇室血统与美国国籍——引发了皇室专家的不同见解。皇室知名专家汤姆·奎恩在接受独家采访时，他将阿奇和莉莉形容为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在美国这样一个注重个体通过努力取得成功的社会背景下。 阿奇和莉莉虽因皇室背景在最初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好奇心理难以持久，特别是在一个欣赏白手起家精神而非单纯倚仗继承特权的社会氛围中。假若阿奇和莉莉在成年后无法确立明确的公众角色，例如成为皇室工作成员，他们或将遭遇影响力的减退与人生方向迷失的困局，而这一问题随着他们逐渐长大只会变得更为棘手。 他举例提及某些一度红极一时，但成年后默默无闻的前童星，以此暗示阿奇和莉莉若未能正确应对，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命运。另一批皇室观察家认为，阿奇和莉莉尽管身处美国，缺乏皇室正式职务，但他们流淌着的皇室血液和与生俱来的家族关系，仍能使他们在欧美两地收获大量关注，自带光环。他们强调。 哈里和梅根通过慈善事业、商业合作及各类媒体曝光项目积攒的强大影响力和品牌价值，无疑将助力阿奇和莉莉在未来构建有意义的角色定位和职业生涯。尽管阿奇和莉莉在全球舞台上的未来发展尚需时间验证，但哈里和梅根显然已经开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理想的成长环境。据报道，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有望在未来几个月内重返英国，此举引发了人们对阿奇和莉莉能否借此机会修复家族关系、强化跨大西洋情感纽带的猜想。多位专家乐观表示，如果这次短期回国之旅除了能让孩子们与英国皇室亲戚共享亲情时光外，也将为他们的未来奠定积极的基础。小编认为，哈王子家的两个孩子。 简直就是一场皇室古老传统跟美国流行文化的世纪大碰撞，搞得人家都有个超凡脱俗的身份挑战。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俩小家伙要是能把皇室血统和现代价值观揉一块儿，搞不好还能整出一股强大的潜力来。无论如何，阿奇和莉莉的成长过程将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而他们的父母哈里和梅根正竭力为其创造有利的成长条件。 即将到来的因果之行，或许就是他们重拾家族联系、铺设未来道路的重要契机。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